喂，Hello，你哋好，我系咪咪。今日我哋玩咩呢？就系、是、大家应该揿入嚟就见到噶啦，冇错，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嘟嘟牧场物语。哇，呢、這个 game 真系我嘅童年回忆，喺呢个 GBA 嗰度玩，劲好玩呢只 game。咁啊，我知道佢出重制版咧，已经一路留意佢消息啦。咁啊，今日终于出咗，咁然后就梗系即刻。一起玩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但係咧，我冇乜睇過，即係我冇乜睇翻佢嗰啲 trailer 或者點樣。咁啊，所以我唔係好記得點玩。咁我哋一路玩一路記咯，可能啲回憶會翻曬嚟。好少試過咁樣玩隻 game， 然後剪好曬俾大家睇，睇下大家中意咁樣去一條片咁睇啊，定係中意我有機會嘅話可以直播俾大家睇啦。咁啊～在下面留言告訴我，你們喜歡什麼方法去看打機片，好不好？那我們就開始了，入 game 了，不要說那麼多東西， Go Go Go！ 好，那我開始了，牧場物語重聚礦石陣， Let's go！我還記得那個牧場物語嗰個音樂咯，依家依個唔係，唔知入到去係咪咧？即係佢嗰個城鎮嗰個音樂，嚟睇下先啦。我後邊嗰只咩嚟嘅？狗嚟嘅，狗係咁嘅樣嘅咩？咩嚟啊嗰只？嗱，我有睇少少嘅，聽講依家玩緊只牛嗰個咧係新女女，係呢、這個 game 有個重點。你以為真係就係耕田咁簡單？錯啦！佢最後嘅目的係要你追女女，係俾你結婚生仔，有冇生仔我唔知道。總之追女女啦，係啦，呢、這個先係重點。會後面會有隻草泥馬。喺嗰個醫生，跟住隔離嗰個，我好似以前玩，好似就係追呢、這個嗰、那個護士嗰個女仔。呢個幾靚喎，喺度熬下熬下做乜嘢？定呢個咧？呢、這個好似係雜貨店嘅個女啊，老闆個女。跟住紅色帽嗰個應該係村長，係咪咧？唔知道有冇記錯？跟住然後佢有分男女版，咁我梗係玩仔仔啦。不想溝仔仔，仔仔溝仔仔。哇，何童女神啊！嗰陣我冇玩埋女神咧，因為嗰陣咧，你睇攻略嗰啲都仲未話好成日睇攻略，咁佢好多隱藏元素咧，咁啊，你要自己發掘啊。咁啊，我冇特別再睇過，唔記得啦，所以入去玩下啦。但我呢只真係狗嚟嘅咩？好啦，开始看完了，有什么 setting 我们试试繁体中文吓，冇啦，个 setting 就是语言设定。OK， 搞定。男孩子，咦，有得拣另外一个样子，新的，算啦，我用翻以前嗰个样咯，我中意以前个样，以前个样啦，冇错。比特，我不是要叫比特，我要叫叫咪咪啦，系咪？好，生日，我的生日啦，春月的咩叫春月啊？喂，春月是咩意思啊？是但啦，14，我是14號生日，春月十，即係咪？如果我一開始玩就係春月，咁我過幾日就生日，一都好喎。睇下會送啲咩？遊戲難度簡單模式，遊戲開始會有特獲咁正，咁唔使玩啫。一開波有錢，提升咁快，已經有18火無清係咩？哦，普通模式啦咁 ，OK， 耶耶耶耶耶 ，Go Go Go！
某一日，家里嘅信箱送来咗一封信，自称系矿石镇嘅镇神，我冇睇错，镇长定镇神。搭车去前往矿石镇，嗰、那个爷爷曾经经营过嘅牧场嘅城镇，系咩？我嗰阵系咪玩日文版？我好似玩日文版，所以我唔知佢故事系咩。哦，原来系爷爷噶呢个牧场。啊，系啦，呢个系镇长，我冇记错。啊，系咪咪咪？我就系呢个矿石镇嘅镇长托马斯。点啊？呢度就系你爷爷留低嘅牧场啦、啊。已经有一段时间冇人打理，所以相当荒废。你记唔记得啊？你细个嗰阵放暑假就喺呢个牧场度过日。吓、啊，咁我即系所以就叫我翻嚟做嘢啊？系咪咁嘅意思啊？诶、哇，我冇嘢讲添。诶、哎，对唔住，咪咪，暑假嘅家庭旅行要取消啦。虽然系好耐以前就约定好，但系实在抽唔到时间出嚟，因为呢个系一个冇办法脱身嘅重要工作。哦，系爸爸同我讲嘅，咪咪，你忍下啦，爸爸都好忙噶。哇，咁 sad 嘅咩个故事？我会揾时间补偿你。对唔住啊，咪咪，请你理解我哋啦。做乜嘢？哇，咁恐怖嘅一个故事，即系佢抛弃，点解讲到好似要唔要我咁咧？唔好啊，爸爸，爸爸唔好唔要我。相对已经拜托咗爷爷去俾你去佢嘅牧场玩啦。牧场同呢度唔一样，充满住自然气息，可以好好休息下噶。哦，系啊，好似有少少印象，跟住就应该会有啲回忆嘅画面咧出嚟，即系我细个唔知骑牛咁样嘅画面系咪咧？好啦，已经帮你准备好啦，路上小心。嗱、啊，系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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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啊。我细个嗰阵，哦，嗰、那个就系爷爷。哦，你嚟，哦，佢个音乐系以前个音乐啊，我记得啊。我爷爷啊，记唔记得我？我唔记得你啊，但我记得啲音乐。呢个乡下地方咩都冇，不过你啊当自己屋企啦。但系我因为牧场工作，所以唔得闲。虽然不能够陪住你，但系镇上都有一班同你差唔多年纪嘅小朋友，你又同佢哋一起玩啦！啊，系啊，骑牛牛，我冇记错。哦，我扑亲啊！有马，哦，骑上只马，我记得可以骑马噶。有只鸡，哇，好多只鸡追住我。钓鱼，喂，劲喎，咁细个啊，钓到鱼，系边个？啊，好似系牧场爷爷嗰边嚟咗个都市嘅男仔啊！都市嚟嘅男仔，你一个人喺度做咩啊？成日一个人玩噶、啊，同我一样啊！我都因为中意呢度，所以成日一个人嚟玩。呢个系青梅竹马，系咪？啊，咁啊啱啦，讲啲嘢我听啦。都市入边嘅嘢，你嘅嘢，好多好多嘅嘢。咁呢个系边个嘅女女啊？点啊，咪咪，乡下嘅生活过得开心啊！翻去之后要帮我同你爸爸妈妈问好啊，我都好开心啊。要走啦！哎呀，好寂寞添。总有一日你系会翻嚟噶嗬。哦，佢已经中意咗我啦。约定好啦，但我唔知佢系边个女女喎。哇！原来哇，我二十岁啊，在喺嗰阵时之后，你已经二十岁，已经系一个很胖嘅大人。因为你爷爷好中意呢个牧场，我唔觉得我可以追女女结婚啦。廿岁，你个孙继承呢个牧场嘅话，佢一定好开心。点啊？要唔要试下做个牧场主人啊？答唔好会点啊？跟住系咪 end game 啊？我先答唔好，唔好咁啊！呢、這个都系你嘅选择，我都唔可以阻止。要喂，点解佢我咪真系要翻去啊？要翻去就坐下班列车，差唔多九钟啦，再见啦，咪啊！我咪 game over。
攞佢出字。唉，喂，苏苏啊，喂，我想要啊，结束。啊！我咪开卖 game 啦，玩完啦，爆机爆机了。又真系俾人揿，哦，佢有猫啊！你见唔见到？有只猫喺隔篱瞓啊！从头开始，唉，认真玩。哇！佢真系要我用由头入过啲嘢，唉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唉，总之唔玩嘢啦。唔系唔紧要，相信你哋如果买只 game， 你哋好想试，但系又唔揿咧，咁啊，我帮你哋试咗啦，系真系会直接完 game。啊！我好啦，嗱嗱谂，搞好晒啲嘢啦。好啦，我翻嚟啦，系啦，佢依家问我，再问多我一次，你要唔要做呢个牧场嘅主人啊 ？OK， 做啦，我今次做啦，对唔住，咁啊太好啦，对我嚟讲，我哋好欢迎你成为呢座城镇嘅居民。点啊？既然你继承啊，要起翻个新名噶啦噃，叫咩名？叫做咩名好啊？叫做好搞掂，我哋个牧场名就叫翻乡下耕田，翻乡下耕田啦，加翻个啦字先，翻乡下耕田啦，好就咁，翻乡下耕田啦，牧场，哦，真系个好名，唔识货，好辛苦，但系要努力，唔好输俾爷爷咁优秀嘅牧场主人。好啦，你。过嚟已经好攰啦，休息一下，我翻去先啊！即系我第一日就系冇嘢做就休息，今日开始就展开新嘅生活。好啦，咁啊系时候开始谂下点玩。哇，食嘢，佢摆喺地下食嘅，研究一下先，真系唔记得啦。十点，我记得咧喺屋企咧嗰个时间咧系唔会喐嘅。日记，我日记系 low save 嘅日历。所以今天是多少号啊？今天是2号。哇！我跟这个春季感恩节撞了，我会怎样？赛马料理节 ，OK？ 电视机，从早开始有雨，哦，即是今天都落雨喎，系嘛？呢啲唔睇住啦。书架有咩睇？哇哇哇！好多嘢睇，唔睇啦。哦，呢度系換衫，唔使啦。整理櫃有啲咩 ？OK，let's go。喂，呢個工具箱，哎，喂，畫畫呢個好重要，攞嘢先。镰刀、锄头一定要啦，我哋耕田系嘛？锄、斧头、淋花。淋花呢，我記得我哋係要去買種子先。咁啊，唔使住啦咁。喂，先用決定鍵拿喺眼前嘅物品。哦 ，OK OK， 呢啲冇乜特別啫。唔使聽啦，我自己研究。佢好唔開心喎個樣。佢話：如果你有咩問題，你自己睇書咧。但都是賺下錢，讓生活安頓下來比較好啊！我要追女女啊！哦，即係可以執山邊嗰啲嘢咧，賺下錢先嘅。走出你嘅牧場，第一條路往右，有牧場或養雞場。哦，即係我記得啦，即係咧，因為你唔止種嘢嘅，你可以養雞養牛。跟住咧就係要儲錢去同佢哋買，我記得好似成唔知牛好似成5000蚊一隻，哦，走過嘅步數咧，哦，步數器叫咩？數碼暴龍機啊，送部數碼暴龍機俾我 ，OK， 嚟乜水呢個？我負責出貨業務嘅扎克 ，OK OK。哦，隔篱有啲提子，你见唔见？呢个就系个箱，每日下午就拎走。OK OK OK， 我记得。练到活动嘅日子唔会，哦，放假。OK OK OK OK，
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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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
好啦，我哋执下呢度先啦。点样拎起系咁嘅？呢个系哦，嗱，我试下，我哋试下抌十嚿草落去，喂，九嚿最多。跟住咧，放嘟嘟嘟嘟，哦，头先讲过啦 ，OK。OK， 所以咧，我要抌啲杂草落去。有1蚊呀，或者呢度有10蚊啊，正。啊，系啊，10蚊，正。OK， 石头咧，石头有几钱？我哋先系逐样抌落去睇。石头都系1蚊。睇嚟提子啦，我哋抌啲。呢个蜂蜜系咪可以攞嘅咧？哇！蜂蜜好似正嘢喎，蜂蜜我哋唔好卖住，50蚊啊！提子应该就可以卖嘅。OK， 好啊，跟住我哋呢啲就戒佢。嗱，咁我左边有个体力计，应该系我见到我每戒一下咧，嗰个好似萝卜定心心嘅嘢咧就冇咗。个锤仔打爆佢。幾好喎，以前好似係劈完呢你仲要自己撳一下，我做咩攰啦。好啦，我哋用住呢度先啦，跟住呢锄头咁呢就我記得呢以前我係咁樣嘅，跟住呢你淨係可以依到一架，因為呢如果佢生啲嘢出嚟呢會頂住你行，跟住你行咗入去呢就會中，即係你就幫唔到中間嗰格淋水啊，好戇居啊！咁依家咧咁樣應該好啲。咁咧，我啊繼續落坐多個啦，500蚊，唔知啲種子幾錢咧？我攰啦咁快，喂，唔好攰住啦，頂住啊，咪5點係咪閂門嘅咧？我去睇下先，唔好閂住啦，有冇得跑噶？冇得跑喎，我已經跑緊嘅喎。呢個係咩？哇你哋咁爽嘅，4點啊閂門，哇全部都系收4點喎，哇你都几爽喎，开十收4，哇呢间仲衰收3點，呢间咩嚟嘅？牧场，哦杂货店，5點，哦，听朝过嚟啦，泡泡。呢度啲 popo 應該好啲嘅，叮叮叮叮叮，佢叫我要翻屋企瞓覺啦，8點鐘。販賣果汁啊，仲有最好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呢個 game 係有温泉，我哋去睇下温泉。哦，佢就係幫我會即係我有錢又會幫我改造，好似要木嘅，即係你要用一。堆木咧去幫佢，即係先俾佢先可以幫你。這個草係咪可以攞？哦，係啊，呢度咧可以抌嗰個雞蛋落去，即係遲啲咧我哋養雞，跟住就會有雞蛋，然後咧就會抌落去變做温泉蛋，好正。喂，但係點解我乜都冇做過，扣咗我嘢？咁去買種子先啦，做正經嘢我哋。佢落雨咧，搞到冇得聽嗰個音樂。郵箱啊，入去睇下啦。巴吉植物研究，安娜。OK， 唔可以上2樓喎、啊。好似嗰啲 RPG game 咁樣，周圍抄人嘅。OK， 有。哦，呢、這個就可以追嘅女女係咪馬麗？我唔中意呢個。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唔係，係。我答咗咩？無啦啦加咗好感，我唔知道答咗咩，是但啦。
唔諗住追佢。逐間入下咯。大哥哥，愛蓮呢個可唔可以追？星期二休息嚇嚇，之後我又冇一日種嘢，我點算啊？冇收入喎嚇，喺現實生活已經窮噶啦，要翻工噶啦，喺 game 入邊又累累，會講得咁快嘅？喺啲屋入邊咧，佢哇有老鼠，我以為老鼠貓嚟嘅，呢個灰色係老鼠。咦？點解又見到格雷嘅？係咪啊？我冇認錯，係咯？呢個係雞雞。咦？呢個粉紅色頭髮都幾靚女，叫咩名字？帕布利 ，OK。但佢新女女喎，我哋應該追下新女女啦。但係佢 B 咩？好，我哋賣啲嘢啦。今日冇收入喎，大佬。提子藍多出貨可能會有好事。哦，好啊，交佢咯。竹筍好，呢啲應該有用。產草都留住啦。是不是有倉庫的？不是，這些我可不可以用在下面？不行啊。蛤？這裡這些不放得下去，竟然星期二無害，總之剛才不玩了。欸，這裡就是個礦石場了，有礦石和寶石，礦石在各個道具的等級提升會用到，寶石就可以高價出。欸，有了礦石。哇，它那些滴水聲呢很立體，因為 keep 住呢在我左右兩邊耳仔在那滴滴滴，我以為我屋企有什麼聲，嚇死。欸，哇，我掘到下一個，我們落下一層。開始累了，哇，只剩兩格，俾我打埋呢度啊！啊，唔係喎，我出去浸温泉咪可以繼續掘咯，係咪？好似話浸温泉啊，可以補充翻個體力。好，我哋上去浸個靚泉啊！係咪真係可以回體力？啊，係喎，回緊啦，回緊。哦，我而家先睇到85係我個體力，跟住佢而家回緊。哇！落住雨，跟住浸温泉都幾死，但佢唔除帽喎，點解咧？係咪有秃头？20歲已經有秃头，開心喎個樣。6點鐘，我哋浸爆佢啦，浸爆佢，然後再出發啦。年青人唔使咁早瞓嘅，我哋6點鐘就瞓覺，真係。佢打嗰個鐘8點，我哋都唔使瞓住啦。我哋有冇可能可以掘多一層咧？好唔好彩可以？我仲有40體，哦，又真係得喎，犀利。OK， 咁我哋繼續。真係慘，第二日嚟到個農場，我哋就已經做礦工，又話牧場物語，但係都冇搞過個牧場，種子都未買到，陰公。好啦，瞓覺啦。好，掘埋呢兩粒。好，我哋去買種子啊！真係，哇！終於有得種嘢，哇，都幾貴喎，82蚊，只可以連種。哦，即係呢個咧，種完就可以翻種嘅，偶然會外出。欸，喂，耶！有劇情啦！嗱，歡迎光臨。哦，咪咪咧，你食飯啊？咁啊，揀個中意嘅位啦。系啦，希望你以后可以成日嚟帮衬我哋旅馆啦。今日就俾啲免费招待，免费招待有啲咩招待？可以啊，以后就会做咗我哋嘅熟客仔。哇，正喎！
不客气地接受了。喂，啊，我拣啱咗选项。耶！你请我饮提子汁吓，呢、啊這个就系、是、呢个就系佢拿手嘅嘢，就系、是、提子汁。哦，买，我有个蛋包饭，好似几靓喎。梳，我系连碟石，连樽石梳，好味，好味啊！不愧系爸爸，真系太好啦！你当我系边个？哈哈哈哈！哇，佢连续两次开心喎、啊，问好。哇！爸爸识讲嘢啊，多啲嚟睇下我个女啊！哎呀，爸爸你讲咩啊？哇！呢个嘅几好喎、啊，呢个爸爸又好人，系咪？快啲，种埋啲嘢先，种埋啲嘢，我哋先再揾下嗰、那个。头先我哋喺片头见到有个女仔。哦，喂，一次过噶喎，佢九格喎，九格，好啦，呀，不如我哋试下佢会唔会经过呢个重制之后，佢可能醒目咗，可以九格啊！嚟啦，我哋试一格，耶、yeah, ，OK， 好，哇，啲草都几好赚。嗱，有音樂啦，即刻。記得佢每個天氣咧都唔同音樂。哦，有隻馬仔 ，OK， 好啊。哇，佢送隻馬俾我，馬仔叫咩名啊 ？OK， 馬仔。幫佢刷毛，同埋每日同佢傾偈。好咯，好咁啊，淋完啦，搞掂，咁我要逐格淋啊，咁啊，我哋做咩好呢？淋花，咁啊，喂，话时话佢啲樱花喺度飘出嚟，吓、啊，诶、哎，有提子，攞埋提子先，咁啊，我哋呢集我哋玩到，睇下我 keep 住咁样喺度清下嘢先咯，种嘢。我哋玩到中到第一批，我哋就差唔多啦。咁我依家自己玩一阵先，咁啊周围掘下嘢赚下钱咁样先。有咩特别嘢咧，我再出翻嚟。睇嚟可以踩住佢噶，即系我哋其实可以九格都得。即系嗱，睇下可以踩住佢啊！之前咧，佢会当系一好似一埲墙咁咧，你系行唔到过去。咁依家就可以种晒九格，太好啦！咁唔使整条路添，即系可以整满晒佢嘅。即系之前仲要整条路俾我行过去，即系依家都悭翻。哦 ，perfect！ 咦，我哋揾到新累累，我唔小心行过。就是这个 Jennifer， 哎呀，第一次见，多多指教啊 ，Jennifer， 我依家用紧全身去感受大自然嘅能量，呢个系嗰啲玩嗰个水晶球嗰啲巫女系咪？佢个碌似系文豪，感受到咧呢个雀仔嘅歌声，仲有太阳嘅光辉，就好似呢个世界祝福。呢度嚟有冇呢种感觉？你讲咩啊？呢个肯定，呢个肯定系咩啦？肯定扣好感啦。咁我话好舒服添，好舒服啊。哎呀，识讲嘢嗰啲，好开心啊。通常我讲完呢啲都俾人当系怪人啊。你介绍咗啦。哦，佢系同我讲，你就系全民嘅牧场主人，我一直都想见一下。是个同大地共存共生的工作，哇！佢讲得好有型，你睇下几开心。
我雖然訂咗旅館，但我幾乎都代替。哦，原來個帳篷係佢嘅，仲想多啲了解，想了解我好啊。但個樣都 OK 嘅。欸，又話喺帳篷喺邊啊？哇，佢頭先閃咗邊啊？哦，喺呢度。點啊，咪咪，今日點啊？OK， 記住先，佢係住喺帳篷。好，我又繼續我嘅牧場生活啦，翻嚟啦。經過幾日嘅努力咧，原來呢個咩毛青係蘿蔔，呢啲係蘿蔔啦，係咪？應該就係種得最快嗰啲，咁我哋就可以收成啦。嗱，佢依家好好啊，即係你可以咁樣踩都得。以前咧，係唔俾嘅，即係佢會棘住你嘅。咁依家就可以就咁攞啦，正。咦，佢有啲星分喎，以前又冇嘅，好似冇。星應該就係有分種得靚唔靚仔啊，係咪啊？喂，整多個靚仔嘅就得啩。好，唔緊要。係啦，咁呢個係。青瓜是吧，我種的那個是青瓜，那我們種多撒多兩個蘿蔔，21個蘿蔔而已，等一下先，兩星三星 OK， 我看看多少錢，哇，這個千多元，正靚靚利，好，那差不多啦，今集就，那我很少咁樣玩完去再剪翻出嚟，咁啊睇下，希望我會剪得好睇，你哋會中意睇啦。又或者我睇下會唔會係遲啲有機會直播呢只 game 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。咁啊都係啦，中意睇我片嘅朋友記得 like、subscribe 仲有 share 俾你朋友睇《牧場物語》啊。應該跟我同年紀的朋友都應該知道這隻 game，我忘記按 start 了，浪費了時間，我個人在睡覺。好啦，咁下條片見，我繼續玩一下先，咁下條片我哋繼續玩，好冇？好啦，拜拜。